我一般卸妆的时候会先卸一半，然后就有一个对比图。啊，我准备再跳一首，大家鱼丸走一走嘞。鱼丸没有的那个关注走一走嘞。鱼丸没有的右上角关注走一走咯。谢谢。为了感谢你们给我送上的鱼丸，我给你们很诚意的看一个我的缺点啊，我少一颗尖牙。你才是录像，这个厉害是什么东西啊？点一个试试。数星星，一二三，为什么我跳完的时候没有人打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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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？为什么人没有人打啪啪啪啪啪啪啪？谢谢，为了感谢。为了感谢你们都有啪啪啪啪啪，我决定要做一件很体贴的事情。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，要纸巾吗？
吗？你们要找他吗？你们要找黑猫警长吗？为什么要举报呢？你们可以举，可以报，但是不用举报啊。我也是啊，玩得开心啊。有没有人比较喜欢今天的这套衣服？就是比较的运动风一点，有条纹条纹的背心，比较运动一点。嗯，我感觉我瞬间可以打虎上山了。嘿，哦，嘿。我是丐帮帮主妮妮，请吃我一棒。看一下台词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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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 cosplay 可以评几分？可以评几分？零分！喂，哎，你们这个有没有良心啊？这么像，看到我的招风耳了吗？想要试听音效的话，请将手移动到一个项目之上，然后不给一百分，好意思？师傅，哎，算了算了，看来你们不喜欢猴子，不喜欢猴子，不喜欢猴子，那你们肯定没人想跟我生猴子吧？你们这么不喜欢猴子，应该都不想跟我生猴子了吧？因为我是猴子啊，我是猴子，你们才能跟我一起生猴子啊。我现在感觉我就是一首首接下去比较好，不然总是会忘记哪首跳了哪首没跳。哎哎，怎么乱动？怎么乱动？哎，我往上之后怎么就这样了？慢点，一定是纸巾的鬼。我们来个力量的，来一个有力量的。